没有下对不对？下下下东市，下东市。我们在巡逻的过程中，然后有发现那个一台车辆，它就是在车牌上面是有注销车牌的问题。那我们警方开始拦查它的时候，它就开始就是驾车逃逸。最后就是在那个东市的交流道下，然后有台西所跟我们轮风所以及东市所这样子把它拦截下来。社会局有通报到德分局派出所报案，然后我们通报我们这边说，在民众有意图自杀的倾向。后来我们再经过那个，透过他的工作状况及交往状况下去分析研判，然后巡线在他的住屋处那边找到他。接下来发生的是辽东派出所通报自杀民众案件。他们呢，在这些事件发生以后，他们还是一样群策群力，而且大家分工合作，针对云林县境内所有的治安加强维护，不只是在夜间巡逻增加班次的哈。那同时呢我们也在成立整个社区安全守护站。在这里呢，我特别要跟我们警察同仁呢来表达关心，表达支持，也表达鼓励的哈。警察严正执法，绝对没有假期。尤其在各项执法的情路作为，会加强相当的强度。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同仁勇于执法，挑战所有的各犯罪行为。